大强子又从别的地儿抢一块儿，那块鸡胸肉被老八谁的就已经分开了。海南号现在抢了一大块，下海倒是真厉害。我发现今天他们吃的都很平均，我把这一开始抢没抢到的后期都抢到了。看看他，他自己嚼一大块。感叹号彻底的支棱起来了啊！这家伙多聪明，你看，这家伙把这肉放这块儿，看那边，你把肉往里走点儿，往里走，哎，你看我摸它都没事儿。怕它掉了，它故意放这儿了，是吧？你看别的小狗敢围它边儿，你看。嗯，你看它聪明呢。它把肉先藏下，一点点的吃着嚼。嗯。这里边的每一只小狗啊。小黑道今天吃的不少，你看这肚子。不跟这大强子，大强子来了，大强子就是这里边的土匪，吓死我了！感叹号，跟你说，感叹号特有实力啊，他属于实力派的。看他们每一只都不是善茬，那个哎呀妈呀，就是不松口，但是这个小海盗，这家伙，大强子又进攻了。全都过来了，老八也过来了。行了行了，让感叹号自己吃吧。你们吐了吐了吐了。
把它抢过去了。海盗，你吃的太多，小海盗。赶紧给他抢去吧。目前只有小海盗这嘴里有了，你看都是在抢，都在抢他的。